这是什么？99%的人过不了，在玩的时候有可能，在玩的时候最有可能就是掉下去。三颗气啊！还不够，还不够，我要三颗再出发。小蜘蛛把速度用到底，再跳，再开。我来集气喽，集气区，可以可以了，两颗就够了啦。不够是不是？哎呀，速度不够，赶快吹来去。可以。好，我们过了第一大关。这是什么？算是一个圆环。我先存点气，我怕等下又开始一路的圆圈圈。啊，我知道这一关用什么车跑了，应该用那个37那一台的。不过它中间还有一段可以让你，还可以让你开，算不错了。就这个地方，不行不行，我没气了。跟你说，这么短，不行不行，气不太够。啊！好像不够气气啦，林老师，换车，汽车出来，是你吧？嘿嘿嘿，气在跑，你奈我何？过去再开，哎呦，再开再开。就是任性啊，怎样？完了，完蛋了，又来了！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没地方集气了。再来一堆氮气，我看你怎么搞我！这边一堆上坡啦，哦。哎呦！没了没了，四颗氮气破解，哇，一大堆直线怎样？哎呦，好像过关了呢，好像没有99%。好像没有99%、我就是那1%过关的，哼！反方向比萨斜塔，哎呦！好像不错哎！哇，只是因为这台车速有点不太够，因为这台车没有改，集气量有点难集。
蛮不错哎。好像不错哦，这一张反向比萨斜塔可以哦。宫洽九天玄女驾到，800英尺、500英尺、100英尺，降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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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哦。来看一下这个，哇，没气了。喂，竟然是一个，怎么会是一个超级直角弯呢？可恶，我的刹车甩360不行，那就普通的刹车甩，普通的360好了。什么地方？啊，我们应该用狮子跑，可能会比较好跑。No！ 哎，还好是往前。要降落了，要降落了！哇，我如果这边有些加速器就好玩了。降落，降落！机器思密达，他没有一些加速器，可惜了。极速赛道，他说很刺激，来啊，我看一下多刺激啦！出了这么，现在没有搞人的地方哎，我感觉好不习惯了。这么用心，没看到。哦，这作者很用心哎！哎，好，没有看到。哇，不能这样贴哦，立刻来一个 U 弯。啊！看到超越了。我没有时间看小地图啊，完全不知道赛道下一关长什么样。哇，这么长哦！哇，这么弯！哦，这台车好适合跑这个，非常好适合跑这个、哦、大直线。
马上到终点了。这个做的蛮用心良苦的吧？哎呦，我要跑纪录保持车是怎样？这样也行。